主料：香瓜藤25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香瓜藤去丝炸好，洗净备用。锅里放油烧至五成热，将藤倒入锅内翻炒2到3分钟，加入盐翻炒均匀，加入适量的水文火烧3到5分钟，水收干放入味精调味，出锅装盘。烹饪技巧：炒藤的时候要大火炒，加水后换文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